4月5日，日本熊本县拍卖会上，仅20秒，一颗长14厘米、重95克的松茸拍出了9.5万日元的天价，约等于一台 iPhone 12。虽然身为月薪5000的打工人，不该关心吃不起的东西，但我还是很好奇，松茸的价格凭什么这么贵？在日本文化中，松茸和秋月、鹿鸣一起是秋天的象征，也因此松茸承担了日本茅台的功能。没有人买优质松茸是为了自己吃，它就是最好的礼物。研究发现，松茸除了含18种氨基酸、14种微量元素外，还有3种珍贵的活性物质，包括独一无二的抗癌物松茸醇。但这些营养研究不过是锦上添花，你得暴风吸入当饭吃，可能才会起效。就这样，松茸在日本的消费一步步超过了自己的产量，中国逐渐成为日本最大的松茸进口国。因为横断山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，这里是松茸最古老最广袤的生产源头之一。香格里拉松茸名气最大，四川甘孜产量最多，西藏产区品质好，但我们的年产量也仅为2000吨左右，优质松茸的产量更少于1000吨。哪怕全世界都在挖松茸，松茸价格仍然飞涨，因为人类无法控制松茸，我们只能等待松茸的长大。从长大到送上餐桌，松茸要经历7道难关，生长就是它的第一个门槛。从孢子长成一颗合格的松茸需要3到5年时间。松茸喜欢40到60岁的松树栗树丛。最初，松茸的孢子落在松树根系下，随着雨露沉入浅层土，吸收根部的碳水化合物，长出菌丝，菌丝增多形成了菌根。出土前需要有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，破土后必须要有充足的阳光。如果条件不满足，1/3的松茸会破相，而且松茸会发出一种独特的香气，特别招虫子。从桐茸到开伞只需要2-3天，开伞后松茸口感就大不如前。成熟48小时后，松茸快速老化腐烂，营养物质全部还给松树，所以及时的采摘也成了难题。雨水一过，松茸在土里半遮半露。大清早，农户们徒步进入海拔3500米的山林深处，为了不踩到松茸，有经验的军农甚至是爬着树前行，在厚厚的落叶底下找到松茸的踪影。挖松茸不能用金属，得用小木棍轻轻一撬，整颗就露出来了。这是一场寻宝游戏，大自然是庄家。每次采摘结束，农户都会给菌窝撒上一层松叶，等待明年的雨季。松茸菌窝是采菌人世代相传的宝藏，当地老话说，破坏菌窝的人会遭到老天爷的诅咒，永远找不到松茸。但是农户们每次带回来的只有少部分是优质可卖钱的松茸，大量老茸成熟后6-7天才被采摘，菌盖开裂，孢子散播四方，营养流失，无法卖钱，只能成为自己的下锅菜。可以卖钱的松茸要马上进冷库打包，是第5个难关。打包的时候，利用吸水纸隔出一条槽子，每列放2到3颗松茸，松茸头一致朝外，每颗松茸相对独立，因为一朵松茸坏掉的话，很容易传染整箱。接下来就看物流了。有严格的酒店要求，从采摘松茸到上桌最多不能超过18小时，就算从香格里拉开车到昆明机场最快也要8个小时。运输途中必须低温保存，昆明长水机场甚至还流传着松茸专线的冷链物流传说。但再怎么快马加鞭，这些环节下来，50%的松茸都进入腐烂期，进一步抬高了它的价格。最难的一关来自科学，针对松茸的人工种植几十年来都没有突破，是吃货们还不够努力吗？松茸与特定树种共生，从根部吸收树木光合作用产生的糖分，同时也让寄主树木能在缺乏肥沃腐质层的贫瘠土地上生存。松茸需要森林里动态的物种多样性，互利互惠。在这片树林里，即便是最渺小的生物也会参与世界创造，这些都是人工培育无法做到的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物以稀为贵，松茸可能还会越来越贵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国宴上，松茸汤首次亮相，舌尖上的中国又亲自为松茸带货，鲜美的松茸正式在中国吃货里有了名号。自己人都不够吃了，还卖给日本吗？于是日本市场中的松茸又涨价了。严苛的生长条件、高难度的采摘和运输要求，还有越来越多人的好奇，让松茸不仅贵更买不到。说了这么多，最核心的问题是松茸到底好不好吃。1000个人能吃出松茸的1000种味道，松茸中的松茸醇是略带金属质感的蘑菇味，肉桂酸甲酯则有类似紫苏七层塔的草木香。
对于这种食材，最简单的烹饪能吃出最复杂的风味。把泥土剔除，切成薄片，用黄油煎和炭烤，能逼出松茸的矿物香；用来炖汤，则能释放出山野树林的草木味。嫩滑又有韧劲的菌子，有着肉的口感。目前我国消费市场上，长度在12厘米以上的松茸主要作为礼品，一般自己吃6到8厘米就够了。等我涨工资了，我就去买松茸，下次一定。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，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，恭喜你又多了解了一些关于商品的故事。我们的口号是，你的每一次消费都在为你想要的世界投票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希望你能订阅我的频道，点赞加评论。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，你都已经看到这儿了，确定不喜欢吗？别忘了订阅哦。